现在呢，电子产品越来越多了，手机、平板还有游戏机等等都很普及，小朋友们可以选择的娱乐装备也是越来越多。那你还记得在你小的时候都还在玩些什么吗？我知道你是回不去的从前，而我还是会忍不住的怀念那个夏天，那个冬天，那个爱我的你还在身边。小时候就总在楼下丢沙包啊，跑得满头大汗都不愿意回家。其实比起这些电子产品，这才是童年应该有的样子。